夏天最棒的礼物。音源女王泰妍确定18日带主新专辑回归，将会展现全新的音乐。昨日，泰妍透过 IG 公开了几张照片，让不少粉丝期待住是不是要发行新专辑。在今日 SM 方面也表示，泰妍将在18日下午6点韩国时间发行第三张迷你专辑 Something New， 回归歌谣界。这是泰妍继去年冬季专辑后时隔6个月再次发行专辑，这次的专辑将展现泰妍全新的音乐，共收录6首不同曲风的歌曲，有着独特音色和魅力的泰妍每次发歌都会在音源榜上取得好成绩，更有助音源女王的称号。这次会带助什么样的风格回归，也引发了大众的期待。另外，日前少女时代成员泰妍、润娥、孝渊、于丽、桑尼确定拍摄全新真人秀。月初，泰妍也曾透过 IG 公开自己在法国巴黎的照片，拿出相机的她露出可爱的表情，让人更加期待真人秀的播出了。